经典款，请大家直接加三处理：苹果牌牛仔裤、跳跳裤、茧型裤、工作裤。今天所有短裤都可以配，前短后长侧开叉 ，S 到二 L 绝对可以穿。然后是薄的，是薄的，然后是纯棉的，薄的纯棉。这个没有做水洗，它就是纯棉，很经典的三个色，黑白条，黑白条。然后前面长度我168穿是刚好盖到妹妹的长度，屁股完全刚好盖住。领标帮你们配色很可爱，我的条纹好像是红色，对， 2L 可以穿，可是不要到那么long，有没有？袖长不会，然后长度这个超百搭款，超百搭款，条纹，然后白色，白色，然后黑色，黑色，